是谁在典范中寻求突破，又是谁在追求理想成就了艺术。他把每一次的创新都视为全新的起点。正如你沉稳而不失激情，成功而不忘超越，正如那个突如其来的挑战让他的勇气被激发，让他的每一处都得到更出色的表现，是他带我体验到探索的乐趣，唯有亲身驾驭才能全然体会。直到那一刻，我才明白这不是简单的跨越，而是为了不断地挑战自我，去实现自身的价值。吉普越野车。